扫码即可下载。薯片是零食世界里超级重要的一部分，可是它们的种类高达几万种，往往让人无从下手。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盘点美国超市里的薯片，帮大家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。开始之前，请点击红色按钮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Fun Facts， 庆祝薯片的节日。美国有上千个大大小小的节日，其中每年的3月14日是美国的薯片日，我们又多了一个嘴馋吃薯片的正经理由。薯片的发明也很有意思。1853年，一位大厨的薯条被顾客退回了后厨，理由是切得不够细，吃起来不香脆。大厨一气之下，故意把土豆切成薄片，下锅炸，疯狂撒盐。没想到顾客非常喜欢，才有了今天大家喜爱的薯片。一 ，Ruffles All Dressed， 一包薯片包含三种口味，有番茄酱的、海盐醋的以及烧烤的，是不是听起来就很超值呢？很长一段时间，这种口味是加拿大独有的，后来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吃货发现了。二，墨西哥辣椒薯片。如果你喜欢墨西哥辣椒的味道，这就是一款你不能错过的薯片。每一口都能在舌尖产生微妙的化学反应，搭配冰冰凉的啤酒，最适合这种火辣的味道。三，辣味酸黄瓜薯片。这是个来自纽约的辣味酸黄瓜薯片，它的独特的质地让你咬下去的每一口都是享受，一阵酸一阵咸交替地冲击着你的每一颗味蕾，几片以后会成为你难以抗拒的美味，不知不觉就消灭一包。四，红咖喱椰子薯片。对于喜欢猎奇尝新的小伙伴来说，在特别渴望薯片的时候，可能一袋普通的薯片根本满足不了你。这款 Red Rock 的红咖喱椰子薯片将美味全面升级。一包到手之后，你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你把薯片都吃光了。哎，佳佳，哎，你来一下，快点。五，陈年芝士辣根薯片。这款陈年芝士辣根薯片的香气，从你打开袋子的一瞬间就扑鼻而来，是让芝士星人无法抗拒的一款。六，红薯片。红薯片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， 如果喜欢甜味或者是想要换换口味，可以试试这款红薯片。它不仅拥有普通薯片那种薄薄酥脆的声音，还有一丝甜味。七，海盐醋味薯片。这个牌子把海盐和醋的风味融合在一起，均匀地布满每一片薯片。神奇的是，它不会让你感受到强烈的醋味的冲击，调味并没有喧宾夺主，还让薯片本身的味道很好地散发出来，十分清新，好吃又不腻。 Fun Facts， 世界上最贵的薯片。瑞典圣埃里克啤酒厂创造了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薯片，$56你只能买到5片，每一片超过$11。它是由日本松茸蘑菇、松露海藻、印度淡啤酒、特级石螺、特定的洋葱以及杏仁土豆制成的，这些食材都非常珍贵。该公司只限量发售100盒，相信现在应该是买不到了。八，巫毒薯片。想象一下，把海盐醋味的薯片和烧烤味薯片结合在一起，这就是巫毒薯片会带给你的味觉享受。这是美国薯片爱好者们很喜欢的一款，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。相信尝过这多款香料特别调配而成的独一无二的味道后，大家也会爱上的，是吃过就忘不了的味道。九，酸奶油洋葱味小麦薯片。提到酸奶油洋葱味的薯片，绿色包装的品客薯片肯定不能缺席。虽然它每片都规则一致的样子很可爱，但它使用土豆粉制作这点也一直让人诟病。事已至此，小编决定今天再推荐一款乐之出品的不完全算薯片的薯片，同样也是酸奶油洋葱味，特别之处在于它酥脆的口感，收获了整个办公室的好评，大家一定要尝试。十，乐事薯片。感觉这能算是原味薯片的经典之作了，有不少人的吃薯片之旅也是从这袋黄色的薯片开始的。小编也不知道是什么能让一包普普通通的原味薯片吃起来如此上瘾，可能是它和纸一样薄带来的脆脆口感。另外，乐事近期以3种音乐类型为主题推出了新口味，代表流行乐的波浪轻盈海盐薯片、嘻哈的热辣酸黄瓜薯片和摇滚的经典啤酒芝士薯片，不知道大家有尝试吗？
好了，有了以上的推荐，祝大家可以和自己心仪的薯片握握手，成为好朋友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点赞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期见，拜拜。